次超短裤的企划，我们选择了今年五月间一起分尸弃尸案的地点进行感应。由于超短观众独特的体质，一开始的浅层感应就相当剧烈，即使解除感应状态后，与灵界的接触仍持续进行着。接下来的深层感应，他们还会有何等惊人的变化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之前浅层感应时的特殊反应。怎么会这么远？小美，小美，小美，听到我吗？没关系，你如果说有感应，你就跟他感应，没关系，老师在这里，没关系。老师，他在哭泣，他在哭泣。请问你有何冤屈？你可以透过来眼镜近视跟我们讲。你叫我老师，别让 Terry 看看。别让公我说。你说话可以说话吗？别让公我都让公问。不行吗？是。请你退岗。要退岗是不是？强迫退假，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但是希望要强迫退假。哦，整个经文是盖在身上哦。你可以看到是这个是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说出来我们可以帮你。等我，陈老师，发生什么事？你说什么？来，快站起来。你别动你。一连串激烈的灵动接触，亡灵的力量几乎不给超胆观众任何放松机会。在准备进行深层感应的同时，现场的不明状况又开始了。手好胖啊，师兄。师兄，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让他可以真正达到修行，而不是说在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又……他的这个力道展现真的是一直过去哦。哦，手背很烫，手背是不是有什么能量？感觉很烫。走，师兄，小毛。小毛的感应状态又很有默契的与战车一同发生，现场究竟存在了什么样的力量？而这些无形的作用又将让超胆观众有何特殊行为呢？需要达到一些对休息，可能再继续跟你们做感应。你们校长很强烈。哎，有本事跟我玩嘛！你看他这样满头大汗哦，已经很不舒服了，你不要再这样子玩弄他。来，快点把那个经文，不要会滚，会滚，来吧。有没有别的可以代用？香可以吗？还是金？给你点时间哦，完全不行，有没有那个叫小强回来？走，小强。跟你没玩哦。小米不用，不用是不是？跟你没玩哦。你们关我什么？这样就行。那我帮你对不对？可是你不用帮我，你知道吗？嗯。你别抢刀，你别抢刀，不行的。先退。好不？先退。先退。好，来退啊。退。师傅达成协议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可能要进行我们的深层感应。灯关掉是不是？灯关掉。哎，我们灯今天都很有问题耶。战车口中念念有词，与小毛之间的对谈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又代表了什么含义呢？在老师解读下，我们得知这是当地亡灵希望接受超度的意念过强而反映出来的独特行为。本身就是栖身的战车也在当下允诺了这个要求，接下来就是这段过程，我们请各位观众仔细观察，看是否能窥知一些端倪。是不是刚才达成一个协议之后呢，会一个一个陆续的上来跟我们要一些东西，这是不是说我们接下来就会更忙更忙更忙？
暗无边的灵界力量实在不可捉摸，即使只是超等观众间简单的互动，似乎都在表达另类空间的特殊习性，而战车以下的动作更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你看那边战车，我顶着你，帮我找个人帮我挖个洞好不好？你说什么？挖个洞，帮我挖个洞。反正你说什么？我们有没有铲子之类的？挖个洞给他。不要紧，挖个洞，挖个洞。我们拿工具，快点。来，哎，来，有工具。哎，当兵的时间来了。好，你等一下。这种的熟练的这个样子，动作十分的快速，把土给淹埋起来了。对，现在我们观众在这边集合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存感应就要开始了。但是我们生存感应的地点呢，在这条路的深处，所以我们必须呢，再请老师做一个结界，让我们可以全部安全抵达到现场的时候。再来做我们的深层感应，跟着老师走。战车的眼镜交给他。战车的眼镜。老师，有人要放弃了耶。小毛。小毛，先放弃了，放弃。大家都不要，不要。老师，现在大家都找他呢，我们可以在那边休息嘛。我跟你说，受不了的人可以不要。先让他腿推到那个，推到那个车子那个位置。那个有没有人可以把他扶到车子去休息好了？来，小毛。你就没关系，你可以放弃，没关系，什么？还清醒的点头，在旁边，来，你在工作人旁边休息好了，来，对，也不好，也不好，没有人在车上也不好。我们带一群残兵残将，想要进行我们的这个深层感应，每个人都感觉到很累了。我们预测，在这状况连连的感应现场，将有更强烈的变化会伴随着深层接触而出现。现在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观察这段感应过程吧。休息一下，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接地气嘛，对不对？好。OK， 各位观众，第一位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战车来跟我们做感应。由于超等观众停住的地点与切尸地点竟不谋而合，外景队决定当作第一感应现场，而战车的感应又会多令人意外呢？才选你带我们过来的地方。好，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场真的很多蚊子，所以他手一直在那边抓痒。哇，好多小白点！这小白点是电视的问题，对对对。但如果其他的话就不是了。大哥，抱歉啊，这边打扰到你了。在这边哦，说真的，向你说声抱歉。正好，今天来这边哦，就是要承认一些事情。事情的话，别跟我说的话。没有那么大只虫吧？请各位观众注意影片下方的变化。我跟你说好了，刚才我在这边呢，在介绍说这是我们九天玄女带我们过来的地点的时候呢，我在这边的时候，我脚被打了一下，感觉这我脚真的被打一下。他我转身，他看我们，他转身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灯光。这次光影再度巧合地划过了镜头。这里真有一团光在这，对啊，一团气在这。对，他要去哪里？他去哪里？他那个，等一下，他这个，他那个，没有。我们要不要过去了？他要去哪里啊？一个脸吗？对，一个脸。让我们重看一次放慢后的画面。
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出来？等一下，在哪里？在这边是不是？对，眼睛嘛，然后嘴巴这样子，的确很像。他到底在做法还是抓痒？都有。刚才手怎么这样抵来抵去？有没有？是哦，那就这样喽，我结束了。周旋在战车周围的白色光影重复出现的用意究竟为何呢？让我们再仔细重看一次。就这样喽，我结束了。小饼。叫我们过去是不是？对对。来。他们说要跟屏接那个做感应的、啊。直接就说要跟感应。对啊。好奇妙，指定了。来，我们先回家。那个，刚才我跟你们报告一个状况。这个呢，我们的战车刚才接到他的时候，他说有人指定屏龙要过去。被指名前去感应的屏龙到底会有什么状况？下段回来为你揭晓。